子也没先见的老布。哦，是戏里面。在这边要问一下湘盈，平常有没有用台语在跟朋友说话？哎呀哎呀，我阿嬷是他们是讲台语，但是我台语超烂。不过我们今天有个很好的场所让你是学习学习，没错没错没错，马上来进行我们的默契大考验。第一回合台语下下丢，限时3分钟，提示者用台语说出提示，且不能说出题目中的任何字，而答题者只能用国语答题，答题最多者即获胜。台语下下叫计时3分钟，开始，加油 ，Come on！ 你人吼，就是啊，比如讲，我卡车片做钱的时阵啊，我手哦，卡车片是啥？卡车片，你唔知卡车片对？就是我。我做机会时阵，我要咬啊咬袂着啊，我要提什么去甲咬？不求人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啊，台中的捷运站，咱去台中太阳饼。给给给给！哎，很好哎。便利商店拿来，带有一台机器吼，咱家伊在那新闻前听到。复印机。哎，然后没有。是不是？搁另外一个名，另外一个名。哎，你跟我差不多。印纸机，不是啦，哎呦，你是要改坑你？一个造出，一个造出另外一张，跟迄你坑的一模一样的物件。印纸，哎，呦，爱坑很好哦。哎，我哎呀，啊，他哎，底下头壳滴咚滴咚滴咚，有声。哎呦，头壳滴咚滴咚，陀螺。孙燕姿，孙燕姿的光绿，哎，绿色的光，哎，不是，绿色。台语，台语，讲台语。哦，他是什么？姐姐，穿了他要做什么事情？踢踏舞，啊对，踢踏舞，踢踏舞，很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伊个囡仔上爱个一个玩具啊，迄佚佗物啊是啥物物件啊吼？就是伊袂叮当的啊，顶管有毛毛的有无？嘿，迄叫做啥？有毛毛的。嘿嘿，香港人。洋娃娃。哎，一个玩具。两个机，两个机，两个机啊！这你嘛袂晓啊？啊吼，就是伊个香港人拢讲迄个就是，好，有一种吼，泡面，泡面，香港人讲。公仔，公仔。哎呦。张英姐厉害，请谁中？谁中来对请上，请谁中来对衬衫，答对衬衫衬衫，厉害厉害厉害！那边那边可以下，那边可以下动物的时候，还用上面在下。下面啊，下面下动物，用上面下。下动物几下？我的正中音的台语爱成一句拢听阿无啦，接下来要如何猜出正确答案呢？那边可以下，那边可以下动物的时候，还用上面在下。下面啊，下面下动物，用上面下。下动物几下？下动物，下动物。哎，好喜欢。很色的动物。猎人呐，去怕啦！阿姨被看一只，一个山，一个山猪吼，被个虾子。射箭。嘿，阿好，迄是有射击吼，阿迄箭呐，阿是个虾的两只猪，叫啥物？一箭双雕，双雕。答对，双雕。哎，很好，他很好，他。哎，接。文东，阿甲球，啊！来下一题。谢你谢你，有一个呆呆的人，呆呆的人。哎呦！谢你，姐姐，台湾，我就管就管什么物件？台湾就管就管什么物件？哇，台湾很高的东西是什么？公一零一零，一零是公。嘿，它是一个成语。得谢你就管物件，来，尽管有水有水水水，哎，漏水。跟我们八连八连党的片尾曲有关，八连党片尾曲有关。愚公移山。我觉得我觉得卡过啊！啊，我今天小爱狂恩谢嘞，谢不要谢嘞，我杀鸡叫做啥？唐老鸭。哎呀，对，怕睡啦。错。赵明姐，我给你3秒钟。好，你把重点讲给他听，让他猜。如果猜对，我一样算你分数，好不好？动物，预备，等一下，预备，开始。卡通重点，黄色诶，也不要有灯。2秒，你那就爱看。3秒，时间到。卡通，请说。你还比过这种名？加菲猫。你猜个屁！加菲猫有电吗？加菲猫，加菲猫有电吗？小孩很喜欢。小孩他有电吗？你管我？不是，答错。哎呀！卡通黄色，尾巴有电的是什么？哎呦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嘛。那张老公哦，伊个一个囡仔传阿妈要去伊个文具店买皮卡丘。皮卡丘，有点，没卖哦。哎，这没卖哦。这不错哦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各位，爱晨在台语下要叫这个单元，这是答对了8题，掌声鼓励。答得很好。
背现在很重要，到底谁猜，到底谁来讲呢？马上来看一下下一段。攻守交换，经过了一激烈的讨论，元昊队经过了激烈的讨论之后，决定派出湘琳。哎呦，对，来答题。对哦，这么危险啊！但是因为你们这个策略也很好，因为湘琳反应很快。然后呢，道远今天先来比啊。你确定吗？计时三分钟，开始。来吧。啊，今天我栽了，你比较受气。你可以注意，可以注意配啥？麦当劳里面在卖的，可薯条、哦。嘿，不行不行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。汉堡。嘿，答对，哎呦，不错，果然吃的它很好。我们去，咱这餐厅啊，我是你基军的 waiter， 跟你讲，来，小姐，这是我们的。爱讲台语。waiter 爱讲台语。waiter 讲，小姐你好。菜单。答对。来来来，进进进。哎，也很好。喂。早起起来有无？出来刷牙、洗脸了，咱坐来要开始吃早餐的时候，咱就会掀开迄什么，看今仔日的消息。冰箱。不，掀开。看今仔日的消息。冰箱掀开了。什么？开冰箱。哦，社会的消息啊，我的英俊相。答对。很好，加油，继续。新，我妥。大家爱背书包。哎，是不是？后边两个。书包。嘿，答对。好，完蛋了，这是一个成语。嘿，咱今仔日吼。今天要等一个人，要找一个人，断一个人，要断一个人，要找一个人，找一个人，对，要找一个人，按照大刚来引导，靠等，哎呦，坐遐敲卡遐等伊等来，守株待兔，答对，他反应快，湘琳反应快，你哪是吼，换我，哎，六，哎，什么，六关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六功课，我有功课，嘿，阿弟。哎，我给电脑来对哈，我裙子里电脑，你裙子里电脑，电脑来对，电脑是就乱的，你爱开什么两家？资料夹，嘿，对啊，对，哎，湘琳很厉害，哎，这是一句成语哦，我对一个人哦做钦佩，所以哈，我等下甘拜下风，答对，哇，台东名胜，太阳饼，另外一个老婆饼，不是，拜拜，第二位干啥？橘子，另外一个。还有东西哦，凤梨，另外还有，它是什么？还有一个，它还少一个字，少一个字，一个饼，一起用饼，少一个字，嘿，答对。哎呦，元昊，你刚才说时迟那时快，站上去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后面的题目好不好？我斟酌一下，你们还蛮厉害，反应真的很快，湘琳。好。完蛋了，要不要给呢？这个好像有点紧张，因为湘琳的反应太快，表现得也很好。我想，如果你们两个交换的话，我这一分算给你们。哎呦，真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来了，请看清楚了。好，哇塞！你刚才会不会？你刚才以为是这个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简单。哦，今天的。这里呢，丢我赶快我的分数，我给你三十秒，好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三十秒，计时开始。来，四个字。哎呦，上后边的两个字是贝多芬上后什么？最漂亮，作词作曲。不是，伊上后做什么？交响乐。他除了作词作曲，他还会什么？歌舞什么？伊用什么？弹钢琴。用什么物件？对。伊用什么动作？第二个字是一七二什么三号系统五零十二生肖吗？嘿，你刚刚没有念到牛啊？对啊，就是对牛弹琴。哎呦，挂钢啊！其实他还没有用到三十秒钟哦，他还不错。没有吗？没有，你觉得有？我觉得已经好几分钟了。真的，元昊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十分。马上进入下一回合。
六回合人气式比手画脚，限时六分钟。随着音乐节奏，用肢体动作演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。限时之中答题最多者即可获胜啦！大家加油喽！来，第四比一比，计时六分钟，开始。好，好。小东哥，小东哥，小东哥三个字啊？什么人？魔术师，魔术师。好，方向很好。原位。哎，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冲浪，冲浪。什么地方？海边，海边，海边。什么的？捉泥鳅，捉泥鳅。好，请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魔术师。答对。在海边抓泥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海边还有另外说是什么？海滩。好，答对。下一题。好。什么？闹事，音乐道长，音乐道长，什么人？这是什么人会这样做？升旗台，游泳，游泳，这比的大家，比的大家好像，哎呀，好哦，来，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捏大腿，按摩，脚底按摩，哪个部位？哪个部位？是大腿，捏小腿，不是捏，它是一个放松的动作，脚底按摩，按。它是一个放松的动作，按摩 小腿。好，请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？什么人？一眉道长。不是。再来。一眉道长。在什么地方？升旗台。然后。升旗台按摩小腿。答错。哎呀，下下下。哦，很好。忍者，忍者，忍者，忍者。很好。忍者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健康操。大家这么多人要去哪里，在什么地方做这个动作？什么地方哈？按摩小腿。好，刚才是答对的哈，事情是对的。对的。忍者，忍者，在什么地方？忍者在健身中心吗？在操场，操场。哦哟，操场在干嘛？按摩小腿。答对。来下一题。哎呦，这个有难度了，完蛋。泰山，泰山，泰山。不是，不是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哦。这个好难哦，这我们常常在哪里？那个健什么地方？网咖，网咖，刷牙，刷牙，什么东西在？不错，什么人在网咖刷牙？请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蜘蛛人，蜘蛛人，蜘蛛人在网咖刷牙。蜘蛛人会拿扫把，在网咖刷牙，刷牙。第一根是对的，人是错的，人是错的。来来来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你刚错在这里。哈利波特网咖刷牙，哈利波特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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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咖刷牙。再比，这很好比，要做那个动作。动动动动，马里莲梦露，马里莲梦露，很好。马里莲梦露，马里莲梦露在干？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滑雪场，溜冰场，溜冰场，溜冰场。马里莲梦露溜冰场，别走，别走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比的不是很好，有点逊了。金刚，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我们会在什么地方看这样子的？有这样子的动作？图书馆，图书馆，图书馆。小一点，两个字，小一点。好，掏耳朵，掏耳朵。好，请告诉我这题答案是什么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图书金刚。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图书馆。小一点，小一点。书局，小一点。书局。来，掏耳朵。好，第一根是是对，人是错，继续。哦哦，泰山金刚芭比。哦，前阵子的一个电影非常的卖座，哎呀，连出了三集。书局刚才是对的，这个动作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周一姐优雅的掏耳朵的动作。好，请告诉我正确答案，你说什么人？金刚，他会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，在他书局掏耳朵，答对，很好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螃蟹。哎呀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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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地方 ？KTV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我们会。变态。
好，好像哦。它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个动作，请告诉我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正确答案。什么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螃蟹，螃蟹，螃蟹，螃蟹在 KTV 做变态的事情。螃蟹，喂，人跟地是答对的，事是错的。螃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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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螃蟹一样找八个螃蟹，螃蟹，螃蟹，螃蟹两个爪，螃蟹在KTV KTV 爱整爱切割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方向对。快点快点。哎呦哎呦，做衣服都要用到的哈。量身的，量身的。做什么？这三个地方。服饰店，服饰店。三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做衣服要用到的。哎，你一定有。梁山伟。螃蟹在哪里啊？空空紧张到头脑昏昏，忘记答案，喜相依啦。接下来的考验他能。就是这样，飞鱼青，飞鱼青，这什么地方？喝茶，现在很流行哦。下午我们都会去的。咖啡厅，咖啡厅，飞鱼青在咖啡厅写书法。咖啡厅在，飞鱼青在咖啡厅写书法。答对，很好。什么东西？衣服，衣服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谁啊？哟，司令台，司令台，很好，很好。时间到，灌篮，彤彤，请告诉我这句答案是什么？我只问你一次，我们的衣服太大或太小，要拿去给谁？什么人？沟通师。完整的。沟通阿姨。不是啊，我说答题，答题完整的啦。阿姨耶，会打回我。沟通阿姨不是沟通师，在哪里啊？司令台。灌篮。答对。Yes。灌篮，他灌篮。彤彤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八分，马上恭请交换。计时六分钟，上，快点！哎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很好。什么地方？哇哇，这什么动作？哎呦，什么动作？跳大腿舞，请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杨宇浩是什么？按摩师是什么？按摩师。然后呢？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？说，快，不要想，告诉我。按摩师在什么？打猎的地方。打猎什么地方？打猎在打猎跳大腿舞。答错。好，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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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洗澡要用什么东西？认真比哦，林道远。哦，我们都去过这个地方。哎哎，很好，很好。很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哎呀，好巧，也是。他是什么？黄色的那个人嘛。对对，他软软的。宝宝在靶场跳大腿舞。答对。很好。上上上上。真的好正经哦。哦，黄飞鸿。黄飞鸿。还没有，还没有听音乐哦，来。哎呦，这个动作。云霄飞车上。我们做这个动作，我们都去夏天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加了什么东西？洗衣服。哦，揉面团。刚才你说黄飞鸿在，没错没错，滑水道做什么事情？揉面团。答对。元浩很厉害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很好很好。波浪舞。很好。棒球场。哦，什么地方？棒球场。很好。哦，道远道远。跳踢踏舞，很好，道远很好。什么答案？海带舞。好，棒球场。海带在棒球场。海带跑去棒球场跳踢踏舞。海带跑去棒球场跳踢踏舞。海带答错了。哟，他刚比了一个这个哦，小哦，这是一个曲线的意思，他可能是一个英文数字哦。很好，这个刚才也是猜对的。做什么事情？哦，很好，很好，香盈比的也很好。什么？徐熙娣、小 S 在棒球场跳踢踏舞。对，很好。好
太厉害了。黄立行，黄立行不错，很好。黄立行在洗车场，很好，道远很好。洗车场，哦，接下来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有点不太行，不太灵光了哈，可能没有。黄立行在洗车场吃，不会是那个吃什么？做什么事情呢？吃什么？什么事情呢？什么事情呢？请说，不要想，告诉我什么事情。时间有限，一分一秒再过去。吃饭，滴答滴答，吃饭，吃饭。答错，人跟地是对的，很好，很好。哦，表情也很像，是不是你的表情也很像？洗车场。哦，这个也很好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接下来看清楚了，什么事情？哦，天气很热。哎，做什么事情很好哦，很好。种田插秧。可以。在洗车场擦呀，下一个 Michael 这么肥的 Michael 啊，哎呦，很好哇，这个 Michael 在哦什么地方哈，什么地方，这是什么动作？哦，哎，不错，比的不错哦，水上摩托车。好，请告诉我这一答案是什么。 Michael 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直接告诉我。日晒场。日晒场很好，做什么事情？清水按摩针。哎呀，你答错了。哦，人是、Michael、人是答对的，人是答对的。好，地方是错的哦。看清楚喽。刑侦，刑侦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！哇哇！哎呦，很好，很好。人跟事是对的，地方它是个风景区。在尼加拉瓜大瀑布，太多字，太多字。Michael 在瀑布，汽水摩托车，答对。来，哦，这个广告很有名，很棒。木村拓哉，在红包场。元浩很会猜耶哈，是什么动作？穿丝袜，告诉我，木村拓哉在红包场穿丝袜，好会猜啊他，好厉害哦，怎么这个难了，这个难了，哎呦，这个很难，哎呦，对对对，陈小云，碎啦，哎呦，在动物园，陈小云在动物园泡温泉，哎呦。金刚，哦，什么地方？在马戏团，马戏团，在马戏团劈腿，金刚在马戏团劈腿，碎呀！你听到外面的欢呼声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是答对的？是的，对你答对了，太棒了！元浩队呢，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8分。第二回合两队表现都很好，平手的状态。两队两回合加起来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16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元浩队得到的是18分，但是统统队呢只差了一点点，对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。一元加哈，赛门画手老布，谢谢今天两位的特别来宾，谢谢。记得呢，周一到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兵器》。